One Belt One Road，呃，这个其实是呃直译的。如果我们看 belt 这个词，它有几个意思，一个意思是地带的意思，它也可以指呃腰带。呃，如果我们把 belt 和 one 一起搭配起来的话，呃，可能会让人想起来呃一条腰带，呃，意思不是特别清晰。嗯、呃，我觉得 The Belt and Road，呃，能 更好的让大家知道，我们说的是“经济带”，而不是一条“腰带”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，这个 “One Belt One Road” 它过于强调 “one” 这个词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“一带一路”是有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和“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这两个大框架下，嗯，有多条路线，而不只是一条路线。 呃，我觉得用 “the Belt and Road” 这样的表述就可以避免这样的误解。啊，现在这个 “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” 这种英文译法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。但是，在最开始的时候，它的英文没有使用的“呃 initiative”，而是用的 “strategy”，就是“战略”这个词。这样的话，呃，用这个词用“战略”，它其实暗含着一种一种什么意思呢？就暗含的是一种国家的行为，国家的策略。 后来改成了 initiative，改成倡议之后呢，这表明了“一带一路”它的核心是合作，是开放式的，是包容性的。呃，希望这每一个参与者能够呃共商共建共享，这样的话才是我们这个“一带一路”的这个根本的宗旨所在。